比赛到此，目前两队都各自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啦。至于哪一队可以最先抵达终点站，享受天堂般的顶级帝王蟹料理，而哪一队又会晚来一步，掉入惨无人道的终极地狱呢？结果马上揭晓。试试看啊！里面有帝王蟹回应我，我喊三，他不在里面，我喊三就冲进去。好，一二三，冲！来，欢迎欢迎！来来来来来！哇！加油 ！Oh my god！ 天哪！天哪！你看，龙王啦，龙王！哇，那个是什么做的哈？爽到了，爽到了！那是什么？帝王蟹的壳。帝王蟹的壳，他还叫我做的。你看这个是做成这个像布袋戏一样的，大哥啊，真的太可怕了！来来来来，布袋一样的啦，你看你看，煮出来了，哇，你这个真的是艺术了哦。对，哇，那今天这个通通是帝王蟹的，全部帝王蟹，没有，这个是我们店里的招牌，咖喱帝王蟹，是，这里还有，这里也是，这个和风帝王蟹，和风帝王蟹，你听话吧，你看，南无观世音。试试看，这有咖喱味道，咖喱味道，先来。用这种帝王蟹来去熬咖喱汤，那个是太正点啦，鲜美，非常的鲜美。天哪，好好吃哦！它的甜味全部融合在汤里面。一道一道来，一道一道。哇，我刚喝了一口，现在不得了，喝第二口了。这个呢，帝王蟹的肉，我觉得算是饱满的，真的算饱满的，你看没有？满满满。过来过来。你什么？太好吃了！脸发黑耶！不是，你还好吗？太好吃了！过来，接点场，和风帝王蟹，好的吗？没有，这个张和风酱来，张和风酱里面有和风酱，哎呦，我们很想问一下，大厨，这样子一桌这样下来要多少钱？一道算3000就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一桌大概要5万块。你求他丢丢丢丢多少钱？真的差不多5万了。哇塞！我们要没有没有那么贵，3万多块。哎呀，对对对，我刚才厉害厉害，对吧？一道3000啊，十几道啊，点了12道哦。哇哇，这和风酱好高级啊！哇，这个红色的拔菜来，米奇，拔菜，拔菜，这个真的厉害，做成一个人偶的样子，就是拔菜，你看。太美了，那个，这个是什么蟹？这个沙姆，沙姆，大沙姆，大沙姆，沙公沙姆，淡的，对，有淡的，这儿，这个一葱油活鲍鱼，葱油活鲍鱼，这个鲍鱼厉害，葱油，而且要加点葱，加点葱，沾点油，你知道吗？葱油，葱油，哇，天哪，点点胜利的滋味。真的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收集一下这个东西。那个是艾莎队，你有养狗的。那个艾莎队的一个食物。艾莎队至少要知道，我们今天他获胜之后，他跟他失败之后有差别在哪里？怎么是艾莎队？应该西沙队。这是艾莎队的最后的，我们留给他甲壳素骨头给他们的。对对对。哇，这一个真的要出这个哦。哎呦，浪客来吃贵哦，阿娘喂，想讲吃贵。真的是，哇。不能以貌取人，太好吃了！各位，今天获胜的就是我们电竞队。3、2、1，开动啦！来来来，Daniel，就是Daniel，他们不会在里面了吧？没人，没人，应该没有吧？路上是没人。我们是不是第一个？没有人，没有人。辛苦，你来掀这个盖子好不好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好，帝王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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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们来了，你是？我是这里的主厨，但是是不是在叫我交给你？交给我们？对对。什么？谁？宪哥。宪哥。我会。宪哥，你们一定会输给我们。宪哥。没有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
楚爱沙队嫌虾子太小吗？没关系，送你们一只放大镜，这样虾子就变大，哈哈！顺便帮我们买单，买单！很难说的线线队的，宪哥，他已经到了，他们已经吃完了耶！太这么快了，可能也是宪哥叫我交给你的。景象呢？宪哥，宪哥。男主，no， 骂脏话，不能骂脏话。嘿，对，哈哈，宪哥，你还留了一点肉，没有，你好厉害，你好强哦，你刚跌倒，你补一下吧。这个渣渣真的有点怕，不知道沾了什么东西。哇塞，哇塞，真的很快耶。对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用这些虾吧。伟明哥，真的吗？你说这个要放大镜，它能变多大呢？哇，好大！哇，好大！哇，哇，好大！大概有一斤六两的感觉。哇，好大！这个是龙虾，吃不完。龙虾，龙虾。可是这个要四个人。当然要四个人分一下，对不对？这样太可怜了。好，我们大家分一下。这太悲哀了，太悲哀了。这很难分，一人咬一口算了，好不好？艾艾莎，你先来。好，那我要用。就把它吃掉了吧，队长。哦。好吧，你吃吧，你就把它吃掉吧。哇，那没味道。没味道料理，快受伤了。连味道都没有。就用放大镜感动一下。你是民国45年台湾有综艺节目以来第一个因综艺节目而受伤的。哇哇，好大。真的很辣。还真是没味道。真的没味道。你最辛苦对不对？你料理一下嘛。阿里古家加油啊！好，来来来。喂，威兵哥，快放开那个女孩！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啦。究竟训练队还有什么极尽羞辱艾莎队的剑招还未公开呢？广告惨无人道的终极内容即将登场，千万别转台啦！